多，大家不管算是十分，不管现在今天是十月二十五号，礼拜日早上。现在在苏志芬二零一四年宣布成立的会场。你们吃破饭了无？未歹食嘞。你若食一摆，有可能你会当连续食二十年。那我拢我来去配就对了。伊交代，伊讲伊是马上要叫水素、甲环保素、化合物来进入硫磺灰刷三十块分的。但是我甲讲，你即马赔一条三千万，你的施工方式，你过去的政府内底都是做，但是效果无好。所以我希望伊会当扩充经费，会当真正做无实，透过一来甲罗水溪来看即马东北季风，拄啊即马开始。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罗水溪的话，但是所有时段过着这款的日子，伊交代，伊是这么交代的。罗水溪的话，所有咱这些小朋友，咱这些时段，针对着咱的呼吸道呼吸出现的问题，污泥为轻所带着的呼吸气道的整个恶化，所以伊交讲，伊嘛要要求卫生署进来编一条经费。进来做，针对着咱这儿童，针对着这居民来做一个健康筛检，这拢做交代。中国四级污水，伊嘛伫议会做出正式承诺，美国白银都是去要带海洋放流管向西岸延伸3公里，这个过程到底